那个昨天问的那个问题有没有，就是要怎样做到不会？昨天要怎么做那个立体的圆？我们一般来练的时候没有，我们都是只有练左右嘛，就是练这样子，然后这样子我们就是练这样子，对，我们都是通常在练，就在练这个动作而已。那、啊、如果要做到立体的话，通常就是要加到就是，从你的身体，就是说你前后也要有做。要有作为前后的距离，就是说我们的八字形会变成像是由我们这个位置有没有往外往前往外画，再画回来，就是这样。哦，不是只有平面的哦，不是只有平面的，是由前啊、由我们的身体的位置有没有由后往前，然后由内往外。啊，逆产也是一样，逆产也是一样。哦，不是只有画平，不是只有画像平面的话，立体就是有，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有左右，还有前后，还有做到前后的动作。OK， 正面的话呢，我们平面是这样，我们平面是这样子嘛，对。啊，如果是立体的，就是由，我们要做到就是说哦。就是有点像斜的啦，我们要做像斜的，这样就是立体的圆，哦，这样子。OK。我觉得这样子都要讲。